No No 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妍希。最近在拍一个大型的体育励志的节目，然后接下来应该是下半年会忙一些电影的拍摄。梦想的意义啊，梦想的意义在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价值。因为神雕要在台湾上映了，然后呢那时候跟陈晓一起拍摄，然后他在大陆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原因，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很羡慕，然后最近就等于是在台湾跟香港的部分的播出，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声音，然后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把神雕的配音把它配了，这样子在台湾跟香港的版本就会是我自己的声音去诠释这个角色，算是我近期完成一个比较大的心愿或梦想吧。再多拍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，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吧。Hello， 我知道你在那边。我觉得梦想会是一个一直都会在的东西，就是你完成了这个东西就还是会有其他的目标想要继续前进，它是很难有真的被实现的一天。我觉得还是好好的先 focus 在就是做好每一个当下的工作，每个当下的作品吧。家人朋友，然后拍电影。其实之前最疯狂梦想就是回台湾当歌手，那现在拥有最疯狂的梦想了，就心中的几个故事，那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把它完成，然后真的拍摄成好的电影。不告诉你。曾经我很相信你们对我说的话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要能够相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更重要。 Play with dreams， 玩乐梦想家，祝 Bella 浓浓杂志31岁生日快乐。